13什么手机啊？我想要一个便宜的14 Plus。那对手机的成色、电池有要求吗？成色无所谓，电池越高越好，全原装的就行了。好了，没问题，我给你安排去。从这堆机器里面，婉婉找到了一台成色呀、各个方面机况最好的一台 iPhone 14 Plus， 3499就安排了，真的是很伤的一个价格。给你们看一下成色，这个粉丝虽然说成色随便吧，但婉婉给他找的是一个成色嘎嘎亮的98星的哈，都很干净的。还有这个听筒、摄像都是纯原装的，没有拆过的，而且电池也是找的100%的，只充了100来次电的。我给你们看一下里边，电池100%。14 Plus 6.7寸大屏幕，14 Plus 是苹果之中续航最好的一款手机哈，大屏幕超强续航，摄像的话拍摄也很不错。我们随便的拍一张照片，看一下清晰度、还原度很不错哈，看一下屏幕的原彩有没有。有的，再测试一下屏幕，超大的屏幕，平常追个小剧啊，或者是拿来打打小游戏什么的都是很不错。来看一下通用关于本机14 Plus 128G 的，我们看一下主板有没有问题呢？就找到这个分析与改进，找到分析数据，看有没有 panic 和 reset 的两个英文单词，没有的，证明它没有重启过主板是没有什么问题的。或者是你们测主板呢，还可以去拍照片，我们连续的去拍它个200-300张，或者有条件的话，我们可以开启 4K60帧，打开闪光灯，然后录制视频30分钟以上，看它中间有没有断触之类的，或者是重启之类的一个现象发生。如果没有的话，证明这个手机主板是没有什么问题的。OK， 这台手机简单的都已经测试好了，直接给这个粉丝带回家，再深度检测一下吧。